电梯出来，只有两间，一个楼层只有两间。它的地全部做新的，刚油漆，地全部铺那个 plastic， 因为刚做新的。厨房后面的院，这个是女佣房。所以这个 homogeneous house， 普通房一个，双人床没有问题，全部油干净。第二个普通房，这个会比较大一点，有风扇，啊，没有空调啊，房间没有空调，有风扇而已。这厕所，你看也是铺新的，马桶也是新的，你看到啊、哦，还有那个。抽油烟机，然后这边主人房、厕所，主人房有一个 aircon， OK， 这样子，谢谢。